成班人聚集，讲晒粗口，又有肢体动作，唉，好易一发不可收拾啊！嗱，可能因为参战人数实在太多啦，选手都自动自觉埋堆。左面女选手打得仲凶狠，骑势唔扯头发，再掌掴。十几人喺中环艺术会对外嗰度交战。打到鞋都甩埋，好彩警员好快就到场。由于片段就冇交代时间日期，我哋正了解事件。